今天下午邹市明的眼病检查结果终于给爆料出来了，由于长期的拳击比赛导致眼角受伤过多，已经影响到视力，现在视力只有 0.1， 昔日的拳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真的是很令人惋惜。从图上可以看出邹市明的左眼已经包纱布料，估计很长一段时间要卧床休养，料视力达到 0.1 意味着只能裸眼看到两个鸡蛋一般大的物体，料也就是只能看到平常检测视力表上的最上面那个倒着的意料，正常人应该是只能看到第六型视力表，所以可想而知邹市明的病情算是很严重的，料希望邹市明早日康复。